哎，来了来了！哎，怎么说怎么说？你跟我说，你是不是没想回家？啊、你说实话。你说他会不会来啊？他们在这儿堵着，他今天必会来这儿，知道吗？每天都去经过这里。你帮我看着点。你先蹲下，先蹲下。你帮我看着。嗯。哎，来了来了！哎，怎么说怎么说？快去了。我路过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我朋友约我去吃饭。你那个，你跟我吃呗。为嘛？哎呀，你跟我吃吧，好不好？嗯。你下来，下来。哎呀，走吧。走啊！怎么不走了？我不想吃这个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吃饭的地方。换一下吃吧。哎呀，就这个，走吧。哎，那换一下。你说吧，今天找我什么事啊？今天什么事不干？今天坦白局。坦白局？嗯。我跟你坦白什么啊？你等我吃两口的吧。你那个刚刚说的什么坦白局？你现在说。你看那个世界杯没有啊？梅西能拿冠军吗？有毛病吧？你请我吃饭就问这个？那我真问了，你跟那个男的到底什么关系？他真是我以前邻居，我跟他啥关系也没有。真的？我给你发誓，要是有什么的话，我这辈子找不到对象。那我那个真的，一人问一个。嗯，那你说。你那天晚上跟我那闺蜜干过。那我也没干什么，我也是为了气你。那你为什么也没干？哎，到我了。你说实话，你跟我第一次见面是不是故意创造的机会？你好自恋啊！你戴个头盔，我知道你长什么样。你怎么这么自恋？那说不准，我魅力那么大。跳我了吧。嗯，你问。你那天一夜没回来是干什么？我啥也没干，我跟他。聊天聊一晚上，真的，我也发誓。那我了吧？你上一次喝多让我去接你，你记得吗？就那次你让我去接你，你喝多了，你坐我车上。你跟我说你是不是没想回家？你说实话，真的。对啊。臭不要脸。你不要脸。那你说那天你在车上是不是也对我挺想法？我多少有那么一点点吧，我不是要装啊，才能让你相信我吗？到我了。嗯、上次那个买黄金的时候、嗯，你跟我说四个镯子你都喜欢，都好看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都想要？这什么事、啊？我忘了。你忘了？嗯。哎，说真的，我、嗯、最后一个问题，嗯、你能不能？不要去南方工作了。去那边。一天你突然的出现，在我面前没问原因。